重头剧《法证先锋四》正在热播，第一集获得33点的高收视，超过215万观众收睇。女主角李思华饰演法医科高级医生 Doctor Man， 要记大量专业用词，但系佢就话最辛苦嘅唔系自己。佢喺 Instagram 贴咗一张剧照，仲留言问大家认唔认得出相入边嘅演员。铁床上面有一位演员裸体上阵扮死尸俾佢解剖，原来唔系临时演员，而系黄长兴亲自上阵。佢亦都留言多谢李思华。其实喺剧中饰演法医嘅李思华，去到呢一个场景都要面对一众赤裸嘅身体，简直系大开眼界。